上墙，这球断下来分到中路，看有机会姚俊胜面对守门员单刀球了，这个球有点犹豫，直接打门，漂亮球进了，2-0。比赛进行到第67分钟，浙江这边将比分扩大，钟浩然跟姚俊胜。再补射，这个球到今天可能这一段顶级联赛的故事又要结束了。先来看这个球，一个挑射，哇，多前进，这球得来全无。是好球，姚俊胜自己起速给到门前，穆谢奎5-1啊，这球姚云胜在拿球的同时就一推就能进球了，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。好球啊，这个球头球如众生锤一般，最后再来打浙江的反击打起来，这个是更好的机会。这球其实传得不错，线路上是找到了，稍微大了一点，不过还是可以够得到。球啊，传到后点有直接打门的机会。12分钟，浙江能各种位置都是比较靠上，就直接给姚俊胜，姚俊胜在等冯宇上来，再传到禁区内，头球攻门，这次大突破，完全没有丢，碰一下右脚再传，这个落点。亮眼的一支球队已经是拿到了中乙联赛的冠军，现在左脚的主罚来到前点，头球攻门，漂亮！这下，哎呀，好球！这个进球也是我觉得看了一个好球的感觉，没错，左脚的打门，没有形成太好的机会，看来这防线退的还是很快。这样横一给，这下没过来，让把握机会的能力没有对方强，包括两个点球没有打进。这一次孔蒂宇绝对的一个单刀球也是浪费掉了。也是跳得很有见效，上队的动作比较大，姚俊胜被放掉，这次获得了一个正。三名队员打得有点小，这球摘出来，朱一帆在后面等着，传球被对方直接断下来了。看浙江的没有犯规，这次反击姚俊胜。速度提不起来，送了一个直线打对方的身后，这边还是调整一下有没有机会射门，科慧兰打空门了，这次哎呀打得太细了，我们想拉边，这边王子豪直接射门，我们面对两个人的防守直接起脚射门，姚俊胜安全。这两个球队都是我们国内在青训方面做得比较不错的俱乐部，很多队员都是出自自家，不着急传球啊，着急往威胁区域传。送了一个斜线，这边高迪拉到了右侧位置。上场之后，哎，后腰位置把球断下来，对方的半场把球断下来，现在分右边。刘云胜，这次顾斌跑到了一个空位，顾斌来到禁区内。时间的最后10分钟，端到禁区内，胸部一挺，倒钩。董宇来到禁区内了，直接来到禁区，头顶位置，来到江。
大门了，这个王孔送下来了，看高迪右边有空当，这球给过来了，哎呀人轻了，又给的不好，再回给高迪，高迪来到禁区内，中后员直接控球率相对是以61%的控球率遥遥领先，看看这次点球点附近整体上整体实力上来说其实浙江还是占优的，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济南青州这边虽然说它是一支中乙的球队，冬雨不停就直接给顾斌脚下，那个在超甲超乙超冠的比赛当中仍然是被不断的球队点球淘汰，而这边刚刚不是在武汉长江拿到皮球转到右边再转移到左路，好的钟浩然的拿球回敲过来，球迷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但是呢他受限于自己的身材相对比较瘦小，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呢身体对抗一直是他的一个弱项，确实有所不足，没办法完成了底线，这球还能进吗？接下来换下了王红，神秘的两个右后卫下去了一个，换上了一个边前卫，这边不是可以左顶发的进攻。在表现非常出色，但是在面对后面我们的海港面对泰山的时候，现在是还是派出了最强的外援阵容，马修斯绕身前还被防守员拿下来，啊这个铲球是个危险动作，那边先给有力，自己往前掏拼速度，顶不好，哎，这一下，出现了一些问题。